五一小长假期间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不停，《西游记》成语魔方系列剧《木又寸》在中国儿童剧场和假日经典小剧场共演出八场，陪伴小朋友们度过欢乐假期。其中，《西游记》作为一部陪伴几代小朋友长大的经典作品，获得了无数大小朋友们的喜爱。中国儿艺将其以舞台连续剧的独特形式搬上舞台，成语魔方则是讲述了三个成语故事。五一之后，中国儿艺大小剧场还将上演小蝌蚪找妈妈、世间森林、花神、小吉普、变变变、叶县姑娘等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